弟兄姐妹们，我们常常说愿神的国降临，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有时候会犹豫，但是我知道有的人会有这样子疑惑。在圣经里那个法利赛人就有这样子问耶稣，就说那神的国到底在哪里，他什么时候才会降临。所以我们下面一起来看那个路加福音的一段经文，是主耶稣告诉那个法利赛人，他们问他的时候，我们一起来读一下哈。法利赛人问神的国几时来到，耶稣回答说，神的国来到不是眼所能见的，人也不得说看哪在这里，看哪在那里，因为神的国就在你们心里。我若靠着神的能力赶鬼，这就是神的国临到你们了。主耶稣在这里告诉我们说，神的国不是外面的，不是说我在等待什么，而是说他就在我们心里。什么时候当我们把我们的心交给神来掌管，让神在我们生命中掌权，那么神的国就在我们中间，在他百姓中间。而且我们怎么来扩展神的国呢？那就是要去广传福音，让世人都来认识神，让世人都把他们的生命交与神来做主，让神的旨意在全地畅行，这就是神的国得以扩展。所以弟兄姐妹，我们真是来我们自己祷告，也为我们教会的福音广传祷告，让我们的每个人把我们的生命主权交在神的手中，让神来洁净我们的生命。我们一起来为我们自己祷告。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，我们真的，我们是你的家，愿你来教导，接受你的国就在我们手中，让这个创造的创造主宰在我们的手中，让主权在我们手中，大有的话语的专心主宰在我们手中，创造的话语的创造在我们手中，让我们化解的亮化，回向这些国能够建立要信心。是主阿爸天父，我们谢谢你，因为我们就是你的国度，你的国度就在我们中间。阿门。是的，主啊，你的国就在我们的心中。主啊，让我们知道你的旨意是什么。你的旨意就是要我们天天来与你亲近，天天与你有那个美好的关系。跟你的关系越紧密的时候，我们越知道你的国就在我们的心中。阿门。我们愿意把我们的生命的主权交在你的手中，好让你的国在我们的心里面，好让我们能够遵行你的旨意，让你的国度在这个地上被扩展，让这个世界上失散的灵魂被拯救，能够进入到你的国度的里面。是主啊，你的国度就在我们中间，你的国度是光明的国度，是充满爱的国度。所以主啊，求你来带领我们的教会，让我们教会是充满光明、充满爱的教会。是主，我们虽然是小群，但是你可以使用我们，你的国就在我们的里面。我们要带着你的权柄还有你的爱，在我们的生活各方面，我们所接触的每一个方面，主都要让你的公义、你的和平还有圣灵的喜乐都要表现出来。是的，主啊，你在我们的心中，主啊，我们就可以按照你的旨意行。主啊，让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在礼拜天的时候，主啊，这个圣日当中，让我们来委身在你的当中，主啊，能够带着一颗欢喜快乐的心来到你的圣殿中，大家一起来敬拜你。主啊，你的国就在，就会降临在我们的当中。阿门。是的，主啊，我们是你的国度，不管在何种情况下，帮助我们活出你的荣美，让世人看见说，哇，神的国就在这里，让他们也愿意成为神的国的一部分，因为他们也渴慕你。主啊，我们感谢赞美你，帮助我们真是可以兴起来推广你的国度，因为这是我们一生活着的意义和目的。主，你成为我们是你圣洁的国度，是有君尊的祭司。好了，我们真的让我们能够活出这样神国子民的一个形象，能够彰显出你自己的大能，好让世人看见我们就知道，说你的国在我们的当中，你的国必要在地上来扩展，直到你将来再来的日子，我们每一位都可以在你的主宝座前来侍立，主要让我们能够被称为你忠心又良善的仆人。弟
兄姐妹，现在我们一起起立，来一起同声的来呼求神的国降临。今天就降临在我们的当中，让神的荣耀要充满这个圣殿，让神的荣耀充满在我们走爱的这个敬拜当中，让我们神的荣耀充满在这个儿童主义学当中，让我们神的荣耀充满在我们的这个所有的这个环境当中，尤其这个或这个停车场。主啊，让你的旨意要行在我们的当中。主啊，哈利路亚，我们一起同声祷告，来呼求神的国。我们一起呼喊三声，主啊，我们就一起来呼求，主啊，主啊，主啊，愿你的国降临在地上，如同天上的。哈利路亚，主啊，我们感谢你，赞美你，愿你的旨意行在我们的国中，也行在我们的当中。主啊，你在。主啊，你让我们天天来寻求你。主啊，你是我们的主，你是我们的神。主啊，你的荣耀要充满在这个圣殿当中。主啊，让你的儿女有能力、有智慧来做主的神。你要委托我们的心，而且要谢谢你、赞美你。主啊，你的能力要超过今天的敬拜团，你的能力要加在我们的牧师的口中。哈利路亚，谢谢你，谢谢你，赞美你。哈利路亚，主啊，我们感谢你，赞美你，因为我们知道你就在我们的当中。主啊，你的荣耀要彰显在这里，主啊，你的爱运行在这里，天父的爱要加灌在我们每一个人的身上，圣灵的感动与我们与我们常常的同在。主啊，感谢你，赞美你。主啊，求你今天来带领我们，主啊，走入你的国中，让我们知道你就在我们的心中。主啊，求你来高摩我们的敬拜团，你的那个恩膏要加在我们的敬拜团身上。主啊，我们的牧师的口要说出你要他传达的信息。主啊，谢谢你，让我们听的有。听进去，让我们把你的话要扎在我们的心中，来活出你的样式。哈利路亚，主啊，赞美你，阿门。哈利路亚。